那謝謝王先生，你有什么愿望呢？啊？哎，他也腔调了，腔调，整个腔调，没有愿望啊。看到本人会吓到，是不是？啊，本人很帅，请用麦克风。对对对，很帅。你在戏里面那些威武的感觉，马上一秒变熟啦！你真的是，他看到你完全变了个样子，平常酷酷帅帅的。嗯。哦，那这样好了，我帮你许个愿望，在电影里面，徐太宇一直说我叫刘德华唱给你听，成为台湾的流行语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这样子，今天华神都来了，我叫徐太宇唱给你听，要不要听？要听。而且要唱刘德华的歌，可以吗？我怕吓跑大家。不会啦，人这么多，也不会吓跑多少人、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站中间啊，我们在后面啊。好，预备。唱给华神听啊、哦！你最爱的刘德华的歌曲是哪一首？练习。好，看着他，看着他。对。不用不用不用，看着他，拍不到他。专业专业，你小心啊，你小心。我一开始练习、哎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，已经可眼泪说好不哭泣，但倒数计时的爱该怎么继续？我天天练习，天天都会熟悉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。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有一切美好和回忆。好，还是要给点尖叫声，非常棒啊！最感动的莫过于是我们华神还帮忙哈、哦、压着，而且他才一开口六个字，宋运煌就说走音呢。还好你没有用麦克风说，那给他面子啊！先说的，你再说。谢谢华神，人真的太好了。不好意思、哦，王大陆没有带钥匙来，没有带 key 了，所以他在跑来跑去，跑来跑。谢谢华神，谢谢华神。